前的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是除了页数是三倍吧，大概是第一本的三倍，然后第一本的写真书比较偏，就是孩子会是喜欢的那种浪漫，然后蕾丝的风格，但第二本就是很大的转过，就是各种不同的，比较性感一点，然后比较各种不同造型的我。哦，不同造型。对。OK， 所以都是在哪边拍摄？这一次的话是在垦丁，然后垦丁跟台北，然后好像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可是垦丁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大概是三天两夜的时间。三天三夜。三天两夜。三天两夜。哦，那你比较满意的是说你那边打开的书啊？你比较满意哪一个作品？你是说就是？可以翻给大家看一下。哪一套照？这算是内睡衣吗？对，它是内睡衣，然后还蛮不一样。它有做成就是限量的毛毯，但是它好像就被秒杀，因为它只有做15条吧。对、哦。那平常会穿这样给自己喜欢的人看吗？家里有小朋友应该不适合穿这个。穿皮卡丘，还有闪电麦昆，对，他会就说。你自己啊？对，就是。小朋友一起穿、okay. 可是会让小朋友看自己的写真吗？他知道，就是他会翻，但他也看不太懂。他会很淡定的说，就是我会说，哎、欸，这是谁？然后他就说是妈妈，然后他就走掉了。然后他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但他在电视上，如果就是像之前出那个综艺大热门的时候，我就说你看那是谁？谁在电视上？我妈妈，她就默默地走掉了，好像她蛮淡定的。哦。但我就气她一两，她就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小朋友现在是三岁吗？对，三岁。那平常都怎么保养？我其实应该看得出来没什么在保养，用皮肤很差。因为就是其实就工作完还有照顾，工作完回家就是要照顾小孩，那就是其实没什么太多的时间去保养，就是当然就是。这方面我可能还要问一些就是专业的人告诉我要怎么保养才会比较好。哦，你说皮肤很扎实在脸的部分。对，而且生产完之后就是他那个，我不知道是因为怀男孩子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就是以前皮肤不会这样，但是后来就是生完之后可能是荷尔蒙改变吧，就像发际线也变高，然后皮肤状况变差，然后我现在超怕冷。以前是完全就是怕冷，但现在就是很怕冷，应该就是可能生产完的一些改变。哦，那现在主要工作是？现在主要工作还是就是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拍一些就是平面为主，然后再的话就是照顾小孩。对。了解。那比如说自己的那个身材很好啊，有没有被质疑过？上围是假的这样子。哦，有。那你就怎么回答？我就跟他讲，其实因为这个也很难，就是去回答说，不然你要来验证看看嘛，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会说是，可能就是假的啊，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真的从头到尾，从头到脚一根针都没有做过，因为我太怕打针了，不然我也很想去整形吧。但是就是都是真的，因为我以前我那时候。还没有怀孕的时候，其实已经大概有 E 吧，可是后来怀孕的时候到 I， 就连跳，然后后来就现在就是缩回到就减肥，然后才变回到 F。对。哦，那哦，你刚才说你现在是什么？就 F。现在是 F。对。所以有发生过不变吗？还是一直都很开心？我觉得他不好意思，我说。胸部大了，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方便的状况？还是说你一直觉得很享受这样的状况？会买不到内衣，然后内衣这种很贵，贵到夸张，就可能就是人家可能三件1000，可是我的一件可能就要5000，因
他可能没有这种，他可能要去定做，就是他没有哀悼，台湾可能很少会有哀悼会这种事，然后在怀孕的时候跟生产完还没减肥的时候，就是会很难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内衣，然后都要去定做。嗯，感觉太大。看到你的资料，你是19岁就结婚了。对，那时候是十。可以讲一下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快就结婚？想说应该是想说，好，就早一点，因为我自己是单亲，所以我自己是希望可以早点有一个自己的家，那时候的想法。嗯。然后，可是现在却又……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就是只要，应该是说每个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应该算是那个的什么，就是。也不是，就是每段时间可能会发生不同的人事物，去造就成一些因果。那当然，自己选择的路当然是自己要，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一直往前走，因为你过去的改变不了。不求过去的悔，就是已经来不及，但是不求未来再有憾，憾憾。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刚好开会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匾额上面写的。我觉得他写的还蛮好的。OK， 所以未来的选择对象会是想要哪一种对象？我想一想，接生是他生。什么？接生是他生？那你也很重情哎。对啊。我没有，他是我最喜欢的好莱坞明星，就是只要不管他的片，就是他不管是哪个主角，就我都已经会去杀去看。然后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采访到他。采访到他，采访或者跟他合照之类的。OK， 所以你希望要朝主持这一方面走？有想过，可是我觉得自己的中文可能没有到这么的好。英文？中文没有到这么好。我的中文是用他采访比较英文。哦，可是如果在台湾主持的话，还是要中文。但如果当然是用英文去跟他就是。沟通的话，那当然是没有关系。那如果比如说杰森·斯坦森跟你一起拍戏，那你愿意全裸上阵吗？全裸上阵哦，这样好像尺度好像也太大。我好像不走这路线，可是就是我愿意，就是被他杀，被他勒，然后被他就是丢掉，可能丢下火车，我都愿意。这样很不浪漫的。就什么之类的，就可以跟他对到戏。蛮开心的，对。好，那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未来的目标就是慢慢，就是其实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一步一步的在完成以前对自己许下的承诺跟愿望，然后现在就是希望就是，所以小孩子可以平平安安的，就是快乐的长大，当然是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接触更多国际不同的东西，因为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可能一开始会是因为身材才去 follow， 可是多多了解之后，他们会发现其实我会不止就是一些东西，就像你知道我设计很准吗？这件事哦，是你是玩哪一种设计？就是夜市的那种蛮大的。我也蛮想的，就如果就是有奥运可以来，就是指导我的话，我觉得我也可以，就是为国家带来一点。对，有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去玩生存游戏吗？生存游戏是什么？就是玩冰冰枪，大家每个人穿军服啊。鸡蛋我没有玩过，因为他们就是不知道台湾哪边可以玩，但是如果可以玩的话，我是蛮想就是去玩。如果那种中年家人有那种经验的话，嗯、我就会很想去设计。OK， 是的，了解。可以讲一下你的三围？36F， 然后25、34，多高？165公分。165公，那现在是几公斤？现在52。对，尽量维持跟降低。就是真的，就是台湾保持的东西。
以你的身高来讲，五十二也真的是，那个就是算是蛮健美的。也还好。有在吃，有在控制吗？有，我其实很常就是会为了就是，比如说我隔天要拍照，像我明天要飞马来西亚，那我可能就会我隔天在马来西亚有拍摄工作，那我可能就会断食四十八小时，就是不吃东西，但就可能就会去多一点运动这样子。四十八小时啊？对，会先从十二，然后再四十，会先从十二，再三十六，再四十八。像我为了拍写真，我就断三48再加12，50个小时，对，那就是中间就只吃60小时，然后就是只吃，就是只能喝流质，或者是就是喝水跟电解质就素跑，还有吃盐巴，因为它就是这样，身体才不会就是流失太多的那个盐分还是什么东西的，对，然后就会因为这样。想要这样看起来瘦一点，就不用一直缩小，像现在。好，OK， 谢谢。对了。